đi. Royal Club， 这里是由泰国之人将 man 打造成 gentleman 的一个好地方。这里面可以让你做修容理发、定制西服、定制牛仔裤、定制一双符合你的鞋子。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通道，通往成熟男人的世界。一间雪茄 whisky bar， 还有一间艺廊。接下来带大家去探索里面的奥秘。Let's go。如何从 man 变到 gentleman？ 你可以来到这家店，由 Adi 当你的顾问。他爸爸是裁缝师，经营这个事业已经大概60多年。Adi 自己呢就出来开一个品牌叫做 Notch， 有各式各样的胸针可以供选择，还有袖扣、领带、手帕。你这边还可以定制一套西装。大家想说定制西装会不会很贵？这以它的价位啊，用布料来分。如果说是泰国自己的布料的话，9900就有一套西装，还有西装裤。当然，如果是意大利的布料或英国的布料就比较贵，大概就28000。你就可以有一套非常有质感的西装。定制的部分呢很简单，你来到这边呢 ，Adi 或者是店员他会问你说你是什么用途，接下来呢他会打量你的身形，然后看你适合怎么样类型的，接着去挑选布料。可以看到上面这边，我刚一开始进来我以为是书本，结果不是，打开其实布料，这个是泰国的布料，有各式各样的布料可以选。下面呢这边是欧洲进口、意大利进口的布料，选择你喜欢的布料之后，就会帮你量你的身形。量完之后呢，他就说 OK， 他制作打板衣。那如果你是游客呢，打板衣的时间它可以尽可能缩短到3-4天，就会完成这个像这样的粗胚。如果说你还可以再多待一个3-4天，可以做一套像这样的成品出来。如果没有什么需要大修改的话，就可以取走。所以最快大概就是1周的时间。你真的来不及没有关系，这家店它可以免费帮你送到中港台还有马来西亚。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客制化的牛仔裤，这家店叫做 Silvage Walk。刚才我们可以自己定制西装，但定制牛仔裤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。它有5个步骤，第一个你可以选布料，大约有20种布料可以供选择，来自有泰国、日本跟美国，色料非常的完整。接下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，总共有5个样式可以做选择。第三个步骤呢，就是选配件，扣子啊，还有 tag 可以供选择。接下来就是选缝线，选完之后呢，你可以在上面绣上你喜欢的字，定制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牛仔裤。最后的步骤，在这边会让你试版型、量大小。接下来就会开始进行制作，整个过程呢大约需要2周的时间。那如果说你是游客，你很急，他可以尽可能帮你赶工。但是如果说你没办法来这边拿也没有关系，他会把你送到你的居住地。那如果说是中港台、马来西亚，大概就仅需要1周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拥有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牛仔裤。当然说除了牛仔裤，这边还可以定制外套。如果说你的衣服上定制上有问题呢，也可以跟我们的帅哥顾问 X 先生，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最好。你想要一条很好的牛仔裤，但是没有时间定制，这边他已经有很多现成的高级的 premium面的牛仔裤可以供选择。接下来跟各位介绍这家店叫做 Mango Mojito， 它是一个鞋的专门店。在这边你可以定制皮鞋，最厉害的是你可以定制你的乐福鞋还有 sneaker 鞋。如果你是定制乐福鞋或者是 sneaker 的话，你可以透过 app 在上面选择你喜欢的鞋款、颜色。如果是皮鞋定制呢，可以选择鞋的皮的料件、鞋的楦头形状，你喜欢尖的还是圆的，前面是亮的还是雾面的，以及鞋跟的高低大小。这边所有定制鞋它的制作时间大概是1周，可以寄送到你的居住地。如果说你是像我居住在这边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是有个 shoe shine 的 services， 你可以送到这边，让他专业的帮你保养皮鞋。如果说你真的时间很赶，来不及定制鞋，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鞋款可以供你选择。难得来到这里，黑熊一定要来大改造一下，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吧。觉得如何呢？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些新装没有？有没有很羡慕？如果说你这边还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呢，你可以来到后面这家 True Fit and Heal， 这家来自英国的老牌的男士修容理发，来给自己一个仪容焕然一新。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